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沃克兰万川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忘川风华录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。那这些角色天品名士啊，都可以免费拿自选包，像是有嬴政啊、韩非、武则天，都是一些历史鼎鼎大名人物啊。李白、刘彻就是汉武帝啊。刘邦、刘彻是汉武帝，然后李世民啊、卫青、张良、王昭君、项羽、杨玉环、曹植啊，这些最强的天品名士可以免费拿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，还有这游戏啊最多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拿法，那也可以拿到很多免费的福利啊，像是很多抽啊，然后像是张良啊，这个神角张良最强的隐藏神角之一，然后还有像是很多转蛋券，很多福利。好，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攻略都在这集分享给大家。哦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。看我3万精兵！哦，3万精兵啊！这边打牌就对了。游戏的画风很精美。不过我们男人每个人至少都3亿精兵啊，你3万算什么？对不对？动不动掏出来也是3亿啊。好，说到3亿，看起来这个有点像3亿在跑的这个姿势。好，飞来飞去的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小蝌蚪。那开局呢，可以选择男角、女角。哦，这女角好性感啊！好吧，旭哥就用这个好了。纯粹只是看妹子啊，就是用这个看妹子，因为她有黑丝妹妹、黑丝裤袜、科科，我们就看看色色的妹子。好。与其在那边一直看男角很闷，我们不如看妹子哦。还有小狗，还有舔狗，妹子再加上舔狗可以。来，旭哥手游攻略开局喽！取个名字，小狗蛮可爱的。这个游戏跟旭哥之前玩过的几款这种画风都很像，就是这种中式的，怎么讲，华美的那种画风。哇，唐太宗、汉武帝、秦始皇啊！好，那我们进入战斗喽。来，战斗的玩法就是这种放置型的玩法。我们现在是用苏东坡、苏轼，回合制的。我靠，他之后应该可以开 auto 了。苏轼、苏东坡，来，玩法其实还蛮不错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可以抽一些角色，来抽一下小猫咪，会不会太可爱了一点？啊，佛印啊，哇，苏东坡加佛印，故意的是不是？弄一组这样，现在就是把一些中国的历史名人，然后把它放在一起这样，就可以把它编队这样。他们会有额外的 buff，感觉这个，毕竟他们两个是一对的。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，大家以前有在看历史的话，应该会知道有一些趣事。好，那后面呢就可以开 auto 了，然后打到5级的话，可以开二倍速啊，就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放置型的 RPG 手游了，玩起来非常轻松了。好，那开局呢就可以拿到很多的福利，那旭哥就分享给大家，像是有这个神角张良、王羲之，还有这个喵灵偶，就可以免费拿。这个什么套装啊，然后万用信物、喵居夜色，然后通宝，还有这个早食细鱼池，很多好用的福利。
那登陆呢也有很多转蛋啊，然后像是手术的荆轲嘛，他这边都有写，福利很多。好，那登陆二十天呢，哇，有上官婉儿啊，这个性感的小妹子小萝莉，然后很多福利啊，封测奖励啊，然后像是头像框啊这些东西，神装神宠拎起来，这个灵偶喵角色也太可爱了吧，小萝莉，然后等级奖励就是我们爬这个关卡一直爬上去，那有像是很好用的万用信物，然后这个灵气就是神装啊，一个神装，然后还有这个通宝，万用信物呢是可以合成名士，等于就是角色碎片啊，然后手厨就是荆轲，一些福利这样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。然后什么自选天卡，可是刚开服这个速度有点慢。自选天卡，这个是自选神角，可以自选这个天品自选包，包含嬴政、韩非、武则天，然后李白都是一些神角啊。刘彻就汉武帝啊，李世民，然后卫青、张良、王昭君、项羽，还有杨玉环以及曹植，哇，一堆神角都可以免费拿，自选礼包。这个、累计巡音就是抽奖啊，最强的神角可以免费拿，爽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详细的兑换教学，这个隐藏版的序号的拿法，这个限时隐藏版序号拿法都会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呢，我们点外面左上角人头。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右上角这个礼包，礼包点进来就可以在这边输入礼包码了，我们就输入这个 SQCQEA3H7A， 那这个是限时隐藏版的序号，等下旭哥会教大家怎么拿这个序号，很长一串，这个十个数字，十个英文加上数字 SQCQEA3H7A， 按确认。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我们就可以到信件去领取这个奖励，这个礼包码奖励有没有？爽啊！爽爽领起来了，礼包码兑换奖励兑换成功啊！好，所以旭哥实测是可以使用。那接下来来讲这个隐藏版的序号的拿法。好，那旭哥来讲这个游戏啊，礼包码隐藏版的序号的拿法。那我们首先到这个忘川风华路的官方的 FV 粉专。官方的 FB 粉专点进来之后呢，他这边就有这个领取礼包码的方式，这边有写嘛，参加这个好礼活动，这边点进来，每日签到这边就有这个奖励可以领取，像是有心理测验啊，一些活动，然后签到活动，心理测验是可以拿到这个收你的耳罩式蓝牙耳机。那签到的话呢，可以拿到银明史，这边有礼包码，这边就是礼包码。那每个人的礼包码应该是不一样，它就是限时限量的礼包码。那完成三天的话呢，可以获得这个极品喵玩具薄荷爬架这个礼包码，一样是有礼包码，所以可以拿到很多组。再来呢，第五天签到这个极品家具千山飞鸟屏风的礼包码。那第九天可以抽这个 AirPods， 所以可以拿到很多组，再加上 AirPods 啊这些福利，可以来这边玩这样。那签到就可以领到奖励，那旭哥已经有签到，签到就可以领奖励。那奖励呢，这边就可以显示它就是已领取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看你的签到的记录，然后领到什么奖励，非常方便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隐藏版礼包码的拿法，非常详细的分享给大家。参加这个签到活动啊，参加这个就是心理测验都可以玩这个游戏。好，那旭哥今天就把这个最爽的福利还有最爽的攻略都分享给大家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货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都在频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